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金融市场概论第一讲次，这个科目呢整个学期是由我跟谢老师所负责的。首先谢老师您好。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林老师为各位同学介绍金融市场概论这一门课。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是讲到金融市场概论，本章主要是要介绍金融体系的架构。资金需求者呢，他会透过金融市场跟机构，然后从资金供给者这边来取得资金，要让资金呢移转能够顺利，有赖健全透明的一个金融市场。因此我们要介绍金融体系，并且讨论金融市场的功能。那另外呢，随着科技的进步，让金融体系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金融体系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也要带同学来了解未来金融体系呢的一个发展趋势，才能提出的对策面对挑战。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由谢老师来讲讲。那今天的教学目标呢，我们主要要介绍金融市场的类型跟功能。我们今天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金融市场的定义，第二个重点呢是金融市场的功能，第三个重点是金融市场的分类，第四个重点是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首先带各位来看看金融市场它的定义。基本上呢，为什么会有金融市场产生，是因为金融体系里面有很多的经济单位，包括个人、企业跟政府。那每一个经济个体，它在一段时间呢，把它的收入减掉它的支出，往往是不会平衡的，就有一个失衡的状态。对于那些收入大于支出者，我们称为有余单位，又称为资金供给者，后续我们都以资金供给者来称呼他们。那他们呢会把多出来的资金呢妥善运用，那产生适当的报酬，就可以准备未来万一他资金不足的时候可以使用。那对于那一些收入比支出小的，我们把它称为赤字的单位，又叫做资金需求者。他们目前虽然是赤字的状态，可是呢也许比如像企业，他有好的生产跟投资计划，未来是可以产生正的现金流量，那只是呢他现在缺钱，所以他需要到金融市场去筹措资金，然后要落实他的计划，所以这时候金融市场就产生了。好，所谓的金融市场，我们来看它的定义，它就是资金融通的市场，也就是透过各种金融工具，比如像股票、债券、银行、存贷等，资金供需的双方，它会透过市场的机制来决定价格。这样的资金供给者，就是我们称的有余单位，之后就会顺利把资金转移到资金需求者的手上。资金需求者我们叫赤字的单位。那这样的一个移转方式，一般我们有两种，一个是间接金融，一个是直接金融，这两个分类。这两个一个类型非常的重要，那同学要好好的把它牢记起来。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间接金融，称为 indirect finance， 它主要就是资金有余单位透过金融仲介机构，它是间接的把钱然后转给赤字单位。那也就是呢，这个资金供给者，他要把他多余的资金先存到银行等等的金融机构，然后呢银行这个机构再把钱再贷放给资金需求者，比如说像企业，或者是买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债券这样子。所以呢，也就是资金供给者会透过金融机构把钱借出去。那什么叫间接金融？就是这个资金供给者呢，他的钱是谁来使用，资金供给者他基本上他是不知道的。好，那有别于间接金融化，直接金融呢我们称为 direct finance， 它是资金需求者直接跟供给者，就是两方呢就直接协商来借贷。那或者我们讲说资金供给者直接购入资金需求者的有价证券，就可以来实现
资金融通的一个金融行为。那在我们一般来讲，资金需求者呢，像企业，他就直接发行证券，跟大众来融通资金，或者募集资金。那假如是前者，就是融通资金呢，是就是相当于跟大家来借钱。企业最常用的方式呢，它就是发行债券。那债券上面约定说一个借款期间是多长，然后利率是多少，所以就要按约定的利息来给付，这样最后到期要还本这样子。那另外假如是募集资金的话，就是资金需求者要邀请资金供给者来参与经营投资，那这样最后呢，资金产生的收益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了解了他们这两个定义之后，我们绘了图形帮助同学了解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他们的资金流动到底有哪些不一样之处呢？好，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图形，就是图一呢是所谓的直接金融。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呢基本上是资金供给者跟资金需求者，这中间呢都没有任何的媒介。好，然后就是资金供给者呢，他就购买资金需求者他所发行的股票债券。好，那当然资金供给者呢就要把钱好这个转给资金需求者，然后可以直接取得资金需求者像企业他所发行的股票跟债券这样子。好，那至于呢第二个图形的话，图二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金融的模式。各位有没有发现资金供给者跟需求者中间就多了一个媒人，就是金融机构。这金融机构呢包括我们一般耳熟能详的银行、保险公司都算。首先各位可以看到供给者呢就是把他的钱存进去金融机构，或者是买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保单，所以金融机构就给他了存折跟保单的凭证，这个我们叫做间接的证券。然后金融机构取得了资金供给者他的钱之后呢，他再利用这些钱那去买资金需求者所发行的股票跟债券，同时他也可以去做代放。总而言之就是金融机构呢，各位可以看到金融机构他所对的刚好就是一个是资金供给者跟需求者，那供给者人们他所发行的存折保单，基本上这种间接证券是一个流动性也很高，然后也没有什么价格风险的。可是金融机构呢，他去跟资金需求者买的股票跟债券是有流动性风险，还有呢也有价格风险。那金融机构它能够做到这里，那就是它有分散风险的能力，这是金融机构它存在的理由。这样，那从全球整体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我们发现哈，间接金融大概占大半的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金融市场它存在资讯的不对称性，这个我们在后面讲次都会跟各位一一的介绍。原因就是说，资金需求者呢，他要跟大众来募资，好或融资的时候，那这个资金供给者其实并不了解资金需求者他的财务状况，所以当资金需求者要能够取得钱的话，一定要财务资讯要公开透明，而且可能还要有承销商来帮他销售。所以，假如呢是仅仅资金供给者跟需求者这中间都没有媒介机构的话，这样子能够撮合一个金融的融通的时候，这个参与者一定要是公开发行公司，那变成资金供给者就很容易去参加这样的募资行为了。所以呢广大的中小企业他假如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公开发行公司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他只好仰赖间接金融来取得他所需要的资金了。像我国呢108年5月底的为止，这是我们课本上有写到的间接金融的数额呢是44.2179兆，直接金融的数额呢是9.7941兆，
我们发现间接金融占了整个总金额的 81.87%， 直接金融只有占 18.13%， 这两个差距是不是很悬殊？代表在金融市场里面，供需之间的媒介里面，还是要透过银行这个中介者在里面才容易达成资金的一个交易。那在现在科技进步下，直接金融应该是未来的趋势了。各国也都卯足全力在发展自己的直接金融的业务。这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越先进的国家，它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就是资金供给者跟需求者两个直接媒介的这种的，它的直接金融比例它会相当的高就对了。那我们课本上呢，图 1.2 里面，各位就有看到是2017年年底，它把各个国家直接金融占全体金融的一个比例，我们发现美国它高达了 79%， 代表在美国里面它资金的融通，这个直接金融高达快80%，可是我们呢刚好跟它是相反，就是相当于100减掉80一样，我们连20%都不到，我们是 19.81%， 大概跟希腊差不多。这代表呢，我国未来在直接金融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的。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就是金融市场的功能。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它就扮演着金融资金的一个桥梁的角度。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金融市场至少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个，要做到资金融通的功能，因为呢，有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可以帮助资金呢从供给者手上转到需求者的手上，就实现了资金的融通。那这就是我们讲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资金融通，资金要能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了。第二个，金融市场的功能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我们知道一个资金供给者他要寻找资金需求者的时候，他至少会面对两个成本，好，那一个呢就是一个搜寻的成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资讯不对称的成本，这两个是他会碰到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讲什么叫搜寻成本。资金供给者呢，他希望把钱移转到资金需求者，他希望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效率。什么叫有效率？就是你一定要把钱借给这个出最高利率的需求者，这样资金供给者他的钱是不是才达到最大的效益？那他必须要不断的寻寻觅觅，所以呢，这个寻觅交易对手的过程所花的成本就是搜寻成本了。课本上就有例子，像张三呢住洛杉矶，他现在有100万的资金呢想要借人家，可是呢他发现洛杉矶他的资金呢很宽松，那各位知道资金越宽松的市场，这个利率通常会比较低一点，好，因为钱太多了嘛。那这时候他发现他的借款利率只有1%，那所以他假如把钱借给洛杉矶当地的资金需求者的话，他可能只能获得1%的报酬，这个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另外呢，李氏住在纽约，那纽约相对资金就比较紧，越紧的地方资金比较紧，就是变成需求会超过供给，所以在纽约地区借钱的最好利率是2%了。所以呢，我们说安排张三借给李四，能够这样子达成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比张三跟李四分别在他自己的居住地区借款会比较有效率了？那这时候呢，金融市场就进来了，他透过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这样的一个融通的方式。我们知道尤其是金融机构，它的资讯收集能力特别的强，所以由收集资讯能力很强的金融机构，它就会安排金融合约，然后来协调张三跟李四，所以张三就减少了收集成本，他可能会比 1% 高的利率借出去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增加资金的效率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好的金融市场要能够减少资讯不对称成本。什么叫资讯不对称呢？因为资金的需求者跟供给者两个之间所拥有的资讯是不对称的，
需求者相对会比供给者有比较多的资讯，比如说企业有很好的投资计划，他要来筹措资金，企业呢是比较清楚，企业就是资金需求者嘛，他比较清楚这个投资计划它的风险高跟低。可是呢，有闲钱的资金供给者，他并不清楚他未来把钱投进这个计划到底会不会血本无归。面对资讯不对称合约发生前，它是很容易产生逆选择的问题，这个我们在后面讲次会介绍。那把钱借贷出去给资金需求者之后呢，合约发生后又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金融市场它就会透过金融机构还有承销商，就让资讯更透明，因为只要资讯越透明的话，资讯不对称就会降低。好，然后另外金融监理的机构它会透过强化公司治理，然后可以让道德风险这样的风险减少，是不是就会减少资讯不对称的成本了？接着我们看第四个，促进经济效率。这样金融市场的存在会让资金供给者可以快速的把资金融通给需求者，那资金需求者呢就可以迅速把筹集到的资金去投资，比如说他用雇用人力购买新的机器设备，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来提高他自己的生产力了？生产力提高之后，所得水准也就提高了。好，最后一个就是金融市场可以提供流动性还有风险分摊的功能。所谓的流动性，就是把资产迅速而且要轻松的变现，这样的便捷程度我们就称为它有流动性。这样子在没有涨跌停板限制的国家，投资者现在需要钱了，对不对？就是需要有流动性，那他就透过市场机制呢把资产卖出去，是不是就可以拿到钱，这样他就可以获得流动性的这样子。然后呢，其次各种金融工具呢，企业要投资的时候，它可以透过发行股票或者是增资，把风险跟股东一起分享，这也算是一个风险的分摊。那另外像风险趋避者，我们叫 risk averse， 它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来从事避险操作，这个是金融市场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期货。比如像农夫呢，他现在种玉米，可是他很怕呢，他玉米收成的时候，玉米可能很多很多，变成玉米的价格暴跌。这时候呢，农夫他假如在种的时候就先卖玉米期货，他就可以锁定未来卖出的玉米价格，那么他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安心的从事生产了？好的，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金融市场的分类。这样子那本书依照金融工具的期限，还有是不是首次发行，还有交易工具的性质等分类，分数如下。第一个，依金融工具的期限分的话，期限一年以下的我们称为货币市场，一年以上的我们叫资本市场。好，所谓的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它是融通期限在一年以下的金融市场，主要是政府银行还有工商企业，它短期资金收支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发行短期信用工具，这时候它的期限是比较短，流动性比较强，还有风险小的特性。货币市场里面的工具有国库券、商业本票、银行承兑汇票跟可转定存单。第二个，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市场，它是到期日在一年以上的金融工具，那也称为中长期的资金市场。那资本市场按融通的方式不同，又分成银行、中期的信贷市场还有证券市场。相对货币市场来讲，资本市场的工具是有收益性比较高、风险高跟流动性差等特性。这样子资本市场里面的工具有普通股、特别股、认购权证还有存托凭证等权益证券等，还有跟债券等的金融工具。第二个分类是金融工具是否首次发行。金融市场以工具是不是首次发行，我们分为初级市场跟次级市场。第一个，初级市场我们又叫做发行市场，它是处理新发行证券的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公司还有政府
或公共部门通过发行新的股票跟债券来进行融资，那也就是发行者第一次跟投资大众筹集资金。那因为是第一次发行，所以需要委托证券承销商来处理好发行跟销售的事宜。那在股票市场的发行的过程中，我们称为 IPO 这样子。第二个是次级市场，又叫做流通市场，是买卖已经上市的公司股票的资本市场。当新股发行后，发行者筹到资金，那已经从事生产，所以投资者呢想要把原来的资金要回去是没有办法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到次级市场把他买的股票债券转手给第三者。所以次级市场是金融市场最初投资者提供资金的流动性这样子。那像这里的金融商品可以是股票、债券、人寿保险等等，我们又称为配件的市场。好，值得一提的是，发行市场跟流动市场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定要有好的发行市场，那才会提升流通市场的规模这样子。要好就两个一起好。再来就是次级市场，按它的交易方式分成集中跟电投。集中市场是上市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以集中公开竞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好，这样的一个方式。集中市场交易呢的商品是有标准化的，而且竞价方式就是电脑自动撮合跟人工撮合。那至于呢电投市场，指的就是证券商的营业柜台，然后它以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易行为，我们又称为柜台买卖。那电投市场也称为柜台买卖市场。第三个分类是依照交易工具的性质来分类，我们分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有外汇市场跟衍生性市场。那这个部分呢，就同学可以参考课本上的内容。接着我们请谢老师来讲授金融市场最新的发展趋势。好，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来介绍本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预计为大家介绍七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呢，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趋势。由于高科技与卫星通信的应用，全球性资金调拨和资金融通已经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迅速完成。另外，随着跨国银行的空前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已不限于少数已开发国家金融市场。而且随着跨国上市发行存托凭证或者是发行他国的 ETF， 让投资者也不用到国外开户就可以买卖国外的股票，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及全球资产交易的全球化。第二个呢是金融科技革命。那金融科技为金融体系带来全面性的冲击，让人人都可以参与金融服务和理财。那这里呢，我们介绍五大科技的范畴。第一个呢是人工智慧的累积与应用开发。第二个呢是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科技。第三个是云端计算与基础建设。第四个是数位资产交易。第五个是电子商务。好，那第三类呢就是现在的企业对于绿色金融越来越重视。绿色金融呢是指金融业在营运的活动之中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的政策，特别是在投资与融资的决策之中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进而导引资金流向节约能源或生态环保等产业，或限制资金流向高污染或高耗能的产业，以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般绿色金融强调赤道原则与社会责任投资。赤道原则是指银行在进行专案融资时，纳入资金需求者在环境保护的考量作为审核条件，若企业未达标准，可以紧缩其融资额度，甚至列为拒绝往来户。所谓社会责任投资，是指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之外，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持续性、遵守法令、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等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伦理性标准为基础，评价企业进行的投资。那接下来呢，第四点就是金融商品的多元化与客制化。过去金融商品往往试图与一种商品满足众多投资大众的需求，随着金融科技的进步，金融业更可以掌握客户的消费习惯与风险态度，从而利用金融工具现金流量的拆开与重组，满足不同消费习惯的族群。
此外，目前可以证券化的资产越来越多，新金融商品也不断推陈出新。随着商品的多元化及金融科技进步，消费者只要输入他们对金融商品需求，电脑马上可以筛选出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商品，进而达到客制化的目标。那第五点呢，是网络直接募资的兴起。传统上呢，创业者的财务规划非常的困难，因为呢，初创公司没有稳定的现金流量，因此银行无法评估他们的风险，就不会贷予资金给创业者。但是呢，科技使得透过网络向群众募资成为可行。那群众募资呢，就像积沙成塔一样，单笔的金额或许不大，但是对需要第一桶金的新创公司、小企业或者是文创业界来讲，是一个解决资金募集问题的一个途径。另外呢，群众募资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行销手段，在投资者决定注资的时候，必定对预投资的项目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使得产品正式上市前知名度就有所提升。那第六个呢，就是金融业务综合化。金融业务综合化是指金融机构突破原有的专业化分工的限制，综合经营多种金融业务，主要的呢有以下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领域，逐步向全能银行过渡。那第二个呢，就是商业银行的范围大大的拓宽，在资产负债表之外呢，就开拓了其他的经营领域，扩大营运的来源。那例如呢，外汇买卖、投资顾问、现金管理、融资委托、信息咨询等业务，都已经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经营项目。那第三点就是呢，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运用自身的特殊有利条件，创造了多种适应社会公众需要的金融工具，进行大量的融资活动，成为商业银行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最后一个就是金融整合。银行业呢，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有竞争上的优势，而获利能力呢，跟资产规模往往成正的相关。近年来呢，国外的金融业整并正加速的进行。另外，全球银行业正面临新科技带来的挑战，如新型支付工具与传统银行业务的竞争等。金融业面对新的科技，必须投入高额的资本与硬体，从事金融创新。因此，诟病影响的不只是金融业的资金规模或营运综效，也有助于推动需要投入高额资本的金融创新。那介绍完七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最后呢，我们请林牛奴老师为这一章做一个总结。好，我们今天呢，跟各位介绍的是金融市场的概论，其实是把整个金融体系让同学了解。体系里面最重要就是一个是金融市场，一个是金融机构。那由怎么样由金融市场跟体系，然后它来媒介这个资金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分类，就是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那同学要把这两个定义要好好的认识清楚，那这跟我们后面的各个章节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介绍到此，谢谢各位的收看。